原标题在大帅哥中要风骚贴身撩人或张卫健亲身示范女人发娇。本文编辑剧透社。 Text 今日 TVB 小花杨秀慧出席大帅哥之征兵大会，谈到在剧中她的角色爱女要尽显风骚发帅娇，她笑谓其实自己一开始都感到难以接受。她表示看我教大帅哥张卫健那场戏都头痛顶不顺，但没办法，每次化妆心理压力都好大，但身为演员就要做好角色，极力说服自己就是爱女。虽然都有一点点抗拒发型和妆容，但出来的效果搞笑就行了。问到在剧中可有跳艳舞的戏份，他透露确实有好几场戏需要跳舞。他笑说有些戏是大帅哥教我要一路唱歌一路跳舞和摸人，第一场蜘蛛精戏就是我引诱他，但之后我要引诱其他人他都有教我可以怎么做，脚要怎么走路他走一次给我看，想不到他可以这么女人，多谢他这么帮我。谈到与张卫健这次合作，杨秀慧随即忍不住大赞对方反应真的很快。他又指张卫健会教他一些重点的东西，而且还有告诉他在什么位置会有笑点，怎么去掌握对白的节奏等。小编任性来一句不接受任何反驳，张卫健不愧是港剧搞笑鼻祖呀。杨秀慧笑谓有一句对白我要演，他叫我之后都 keep 着一直至现在，我侄子打给我他都会学我这样讲一样，最重要是可以娱乐到大家。1984年出生的杨秀慧现年34岁，她来自马来西亚。早在2003年她参加马来西亚华裔小姐竞选夺得冠军入行，次年又以代表身份参加国际华裔小姐选举，虽然未能夺得三甲奖项但也杀入最后五强总决赛，虽败楼荣。之后